会中所有的头羊，包括所有的资讯联络人，你的重要的意向，你之所以受托来服侍这一项，就是啊，根据这一个意向，我们的主，他是统计学的发明者，他做任何事一定有统计。他说，一个人有100只羊，这就是他的统计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你知道要数100只还不容易嘞，我就怕你数数数，哎，99就觉得很满意就走了，哦，啊，一个人有100只羊 ，Amen。这个人是谁呀？就是主耶稣啊。你想想看，他说你们怎么看？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当然是指他嘛。然后他说，何况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也是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。换句话说，子与父永远是一样，对不对呀？我是这样，父也是这样，我们都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。好，好了，我再说回来，一个人有几只羊啊？100只羊，这就是他的统计，对不对呀 ？Amen。然后呢，一只走迷了路，这就是他的奠命。好，做母亲的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就看一看每一张床到底到齐了没有，对不对呀？一个家里面的父母，他一定是关心每天晚上都要点名，点名为了统计，但是点名更是为了照顾。请听啊，一个人有100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看怎么看？好，弟兄，如果你们那个区啊有100个人，喜乐吧？今天来了99，你喜乐不喜乐？很喜乐，很喜乐。少了一只呢，丢了他去吧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好像很粗野啊，对不起。啊，是不是啊？如果啊，弟兄，你那一区有100只羊，不要说来99。来60，你就啊笑到不行啊，对不对呀？但是你的主啊不是这样，他专门点不到，就像一个母亲，他所有的床位他不是点到的，他是点不到的，因为到的本来就安全了，本来就应该了，本来就蒙保守了，本来就不需要管了，他们都睡了，安息了，但是呢？他只点了一个不到的，能不能领会啊？不到的有几只啊？一只。他就啊撇下这99只，去找那一只失迷的羊，直到找着。这是你的主。他不只有统计，他也有点名。他不只有点名，主耶稣点名，只为的一件事，就是去寻找，就是去照顾，去挽回。他不能忍受99只有一只失迷了。原谅我说，包括我在内，如果我有100只羊。100位圣徒来了99，我高兴到不行。那一只啊，我一定定罪，活该，对不对啊？大家都来，你为什么不来？最好被狼咬一口，叫你学点功课，哦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的主，你有没有摸着他的心肠 ？Amen。所有资讯服事。你我需要进到主的心肠，
你们不是被指派来打电脑，打电脑我们找个不信的来帮忙就够了。其实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人不会这样打，我们雇两个人一切都好。为什么要请你来？因为一个家一个区其实是一个牌，每一个牌都需要一个母亲，都需要有母亲属主的你。你的主有100只，最近有3只走迷了路，最近有1只走迷了路，他就撇下这99，因为这99是不需要照顾的，这99只要挤在一起就能活，这99已经吃够了，这99可以睡觉了，但是那一只叫主不能睡觉，就去寻找那一只失迷的羊，而且不是看望一次，是直到找到。我不知道要看望几次。那我不是说，那这个你就啊，除了点名之外，你还要去啊去找，哦，但是你我的心肠是不对的，你是不是很快就啊里面呢，啊，就过不去？然后请区负责啊，提醒区负责说：“哎呀，最近有一位啊软弱了，为难了，他已经2周没来了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该去看看他？是个姊妹，那要不要我去看呢？是个弟兄，你们能不能去看呢？好，是个学生，是不是我们这个区里的学生可以去看呢？我们需要有一个母亲，我们需要每一个区有母亲来关心区里面每一只羊。”这是资讯联络人的托付。我再说，我们不是找你来打个电脑就结束了。说老实话，请你儿子打都可以，你儿子打得比你快啊。但是原谅我说，你的儿子打他没有这个感觉，因为他还小，他不知道神心肠。但是你知道，一个召会就是神的家，就是神的群羊。若没有几个牧人，没有几个母亲，没有几个父亲来统计来点名，以至于点了之后专门点没有到的，然后就去寻找，召会啊是不会复兴的。如果召会没有这样的人，没有这样的统计，没有这样的点名，也没有这样的关切，更没有这样的寻找，召会就是刚才弟兄所说的光景。所以他1984年回来，不止推动要传福音要喂养，他也给我们一个基础，就是一定要做统计。这是台湾众召会的蒙恩。台湾众召会因为已过20年来的统计，所以年年繁增，因为我们一统计我们就有警觉，一统计就觉得羊又失落了，一统计又觉得哎呀受尽了10000人，实际到的不到1500，我们差不多受尽10000。那整个召会啊，主日聚会的统计人数啊，大概会加1500。那没有统计我们就睡平安觉，没有统计我们就不知道主的羊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Amen。 所以我不是随便说，我从良心里说，我非常珍赏在座你们会受托都不是简单的事。我里面我服侍主这么多年，我非常了解选什么人来啊是有关系的。但我们一定要祷告，虽然我知道我们在座是中信，但是呢我们的中信不能停在统计完了点名完了输入完了就过去了。我们要有主的心肠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们是第一线，第一线。当然我一再的和负责弟兄们提，点名统计
一定要每个牌桌。好，当然我知道找人不容易，所以呢，大部分还是区里坐。那区里坐不容易，因为啊，这个全区啊七八十个人，好，而且很多人不属于你，不是的这个牌，所以呢，你也只能叹息一声就过去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就算区里坐，我也盼望在座的求主扩大你的数量，扩大你的数量。尽管另外两个牌是啊不归你管，你也要多管点闲事。光呢？你就做妈妈，对不对啊？不光做你那个牌的妈妈，也做、啊、全区的妈。哦，当然做到不行了，拜托拜托，你们去找几个别区别牌的人呢、啊，一起来担当。因为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我不是要你们呢、啊，我不是要搅扰你们。真正点名，一定要在照顾单位上点名，就什么照顾单位就怎么点名。Amen。能不能领会啊？领会。好，所以你们托付很多、啊。我今天呢，给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托付是荣耀的。如果你们能够啊回去，把你们那全区里面各排的都训练出一个点名统计的，你们这个区定规繁殖扩张。因为排排都有母亲。麻烦不麻烦？对不起啊，可能我父话太重或者如何啊，请你们原谅啊。但是这是主的心头，妹妹，一个教会健康的光景，就是每主日聚完会，这是一周的总展览，一周的总彰显。每主日聚完会，关心圣徒的人就该吃完饭坐下来，花个半小时，看看这一周谁软弱，谁没有来，谁缺席，谁病痛，然后马上下午分头全部去看望，全部扫一遍之后，就知道说有的人看一次就可以了。有的人可能需要请负责弟兄来，或者请长老，或者有的人需要有专特的牧养。这是照顾一个健康的光景，每主日就把全部家人看一遍，然后找到那些这个失迷的羊，全部出去寻找，也不必花多少时间，绕过去问候一下。如果能站在门口十分钟，或者他说：“哎，进来，你坐二十分钟，不必长，因为啊，你这么一扫，你就知道群羊的情况。啊，回来就要和负责弟兄交通了。哎呀，哪些人可能需要花长一点时间，不是我二十分钟可以解决的，可能我们需要去看。哦，有的人生病，有的人呢、啊、心情不好，有的人呢、啊、经历了难处。”有的人呢，今天因为开会，所以他没有办法。那我们能够啊，全面的了解群羊的情况，而进一步的就给他当时的喂养，或继续的喂养，召会定规繁殖扩张。其实，召会是这样，我们的福音永远不会停。也永远不会失败。我们每一年都是很多人。说老实话，你只要把原来的人，这个得救的人都看顾好，就是一直反正。我讲的对不对？阿门。阿门。所以啊，几个负担和大家交通一下。第一个，更新奉献。我希望你们不要辞职，哦，我很盼望你们因着今天这一席话，个个都接受负担，不辞职了。好，阿们吧，阿们。不过呢，你不要辞职，
你要祷告，每一次在那里输入的时候，但愿你一边呼求一边喊这些名字：主啊，赖锦富；主啊，赖徐秀英；主啊，刘元良；主啊，就这样一个一个念。Amen。第二，你发现一些光景，请听，你们要快快和屈服者有交通。好，那今天点名统计的弟兄人还是多。我个人曾经和弟兄们一再的提，我实在是盼望多兴起姊妹们。其实我盼望今天是所有在座的都是姊妹。好，那你说，哎，那弟兄不重要？不是，请听啊。以教会的治理来说，屈服的弟兄们，你们呢，光注意啊，聚会的啊，这个生命内容，聚会的供应，聚会圣灵的流，好，你就已经啊，不一定有心情，能不能领会啊？那我们需要一些中性的姊妹来担当这一个，因为弟兄们啊，你们原谅我讲。我怕我们弟兄们在座这么多人担当统计啊，我怕你点的不一定清楚。有的人来了你没有发现，有的人没有来你以为他来了。好，为什么呢？不是你不好，而是因为你们太好了，都中性的背负聚会，人是有限，你又要背负聚会，又要啊注意谁来了没有来啊，真不容易啊。还有呢，屈服者手上拿个点名单呢，不是很美的事。点名单是要隐藏的，我们中间不是控制人。你知道有些教会啊，有些圣徒来，他就不喜欢人点，嗯，怎么拿这张来点我？李永茂来了没？我的名字在这上，怎么样？我不来会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点我？他不晓得我们点名是隐藏的事，不是要扣他钱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是学校，你不来上课当掉你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不是啊，你要知道主恢复中的点名啊是隐藏的，你们千万不要拿一张点名单啊，哎，那个来了没有？赖锦富到了没有啊？好，到了，好，勾一下，没到打叉。你想圣徒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最隐藏的是谁？是姊妹。因为第一不是太多坐第一排，对不对啊？当然你愿意坐第一排我觉得很好，但是大家不容易遇到这个发现姊妹在坐，大家很容易，如果我陈寻弟兄坐在这里啊，动不动就打个勾，动不动打个叉，你想你圣徒有什么感觉？对不对啊？那不要那么这个李永茂坐在那里一面供应哦，金灯台哦，主啊感谢你，主的说话减去打个勾，然后主的说话又减去再打个叉。当然我说的是过分一点，当然他讲话的时候不会做这件事，但是原则是一样，你就是坐在那里做这件事啊，第一打岔了你灵里的敏锐感。弟兄们，我们是背负见证，这个并不是说姊妹就不背负见证，但是姊妹能够在隐藏里做很多扶持见证的事，对不对？阿们吧。当然我还是很喜欢看到你们，好，这表示啊，我们这些弟兄啊，文武双全，好，又可以站起来供应，又可以坐下来暗中做一点非常奇妙的事，好，这也不错。所以我没有定罪你们，其实我很欣赏你们，好，但是为了长远计，你们各区啊都要回去祷告，寻找合适的姊妹们进来，越多越好，这样子姊妹们的功用就更多，而弟兄们就更能够注意见证。那而在这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无论
谁背负这个点名统计的事，你一做完一定要最快速度把它一给传给屈负责弟兄，或者传给大屈负责。请听，召会不是只做点名统计然后高兴一下伤心一下，不是。召会的点名统计完全是为了照顾，如果我们的点名统计没有延续到照顾，我们的点名统计没有多少价值。我们一年做一次就好，数一数，好，今年年终来看这个2800，哈利路亚，比去年高了一点，也不知道中途发生什么事，也不晓得，反正就是完全看天吃饭。不，点名统计最最重要，甚至是唯一的负担，就是照顾人。Amen. Amen.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是第一线，你在你们那个排里，今天有一个人经常来，今天没有来，你不是若有所缺吗？你不是很想打电话吗？对不对？这就说出我们的点名统计就是为了照顾的。感谢主，有这么多人呢，接受负担来服侍点名统计，太好了。但弟兄们姊妹们，我们只做了一半，统计完只做了一半，对不对啊？统计完了，无论是你自己也罢，或者是你把资料移出去也罢，或者你加几个注脚也罢，你说哎呦，好几个人今天没有到，该到没有到，是不是弟兄们需要去打个电话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就是不能会后啊普遍去寻访，我们也能会后啊拨几个电话打一打，今天谁没有来，谁有什么为难，或者他没有来，你就当场供应，在电话里供应他一点今天聚会的丰富，对不对啊？你就普遍的做到牧养，是不是啊？这多有价值啊。然后呢，请听啊，当啊小区统计出来，做了统计了一个月两个月，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两个月的报表，做什么呢？就是啊让大区负责知道这两个月来我这个小区起落的情形。大区负责是来帮你监督关于全群的情况，能不能领会啊？我们第一线的点名官是监督个人的情况，这一个人需要照顾，那一个人长进，这一个人退落。那么照顾中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就要注意全群，我们这个小区为什么人数一直落，那一个小区为什么起起落落，另外一个小区为什么一直涨？我们如何把他的祝福能够啊，这个补足别的缺陷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如果一个大区负责发现有一个小区一直人数一直降，那大区负责就得跟着长老一起来牧养这个小区，是不是圣徒中间有纠纷呢？或者是有什么罪没有解决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顾，有一些人是要顾全群的。 Amen. 所以主才说，彼得，第一，喂养我的小羊，这就是啊在座 Amen. 我们的托付，最高的托付。那第二，牧养我的群羊，这就是大区负责或长老们他们需要关心，对全群有牧养，对全群有治理，是不是？那感谢主，当我们把这些统计都送到这个全台集中啊，这个不是台北或哪里的问题，只要有一个整体的统计出来，我们就一同有一班人是关心全台的起落，好，各地召会的兴衰，那而有所帮，这样召会才是一个真正照顾周全的大家庭。Amen.
在我们中间，绝对往前。谁都知道，在教会生活里面最难的一关就是喂养。我们得人没有问题，台南教会去年得了54，又增加了，好，654，阿门。但我们的主日聚会呢，增加了大概50位。好，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普遍的牧养。好，当然很多人需要深入的这个阶段性的进阶的牧养，但是啊，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的圣徒常常都啊涵盖过，常常都关心过，普遍都到带导过，许多人就会被维护在身体，是不是啊？姐妹，好，求主祝福你们。那当然，等一下景富弟兄会啊，给很多的重要的这个实行的这个技巧，这还是需要的，因为好像我们一直发现我们的连统计也不是很准确。好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盼望我们呢各面都学。第一，等一下弟兄交通的，我们希望统计真能够准确，好，真能准确。第二，我们也更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从主领受一个负担，就是一个人有100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他岂不撇下这99只去寻找那一只失迷的羊，直到找着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样，照样，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也是不愿意这小子失散。好，阿门。对不起，也许我的话可能太重，好，敬请原谅。但是我想，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珍赏、保爱，以及对主的这个负担。好，阿门。我盼望主的心肠真能够涂抹在我。阿门。好，我们两个有点祷告，好不好？阿门。